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个机器人冰壶上架设这个相机以及场地的一个相机，来感知这个场地的这个状态以及整个这个比赛这个态势的信息。得到这些信息之后，我们把这些信息呢放到一个仿真系统当中进行推演，啊，通过得意和决策来推导出决策的策略，驱动机器人去执行这个动作。